最近发现我的爸爸弯了。嗯，弯了？什么弯了？有人？你是想说爸爸变了吧？变字都能写成弯啊？啊？他以前蛋大包天，现在却蛋小如鼠。你别笑。你的作文写的我还念得下去啊？啊？那是胆大包天，胆小如鼠，怎么蛋小如鼠了？昨天送我上学时，爸爸不小心踩到什么东西摔了一跤，我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有小狗在地上随地大小便，爸爸当场大吃一惊，站也站不起来了。不是爸爸吃了多少啊，站都站不起来了啊？大吃一惊是那个惊吗？那是惊吓的惊，好不好？看着摔疼的爸爸，我心里好难受。我当时想，长大以后要经常给爸爸买他最爱吃的奶油炒犊，来好好暴打他。哎呦，还笑我？不是你想把我送走啊？啊？还奶油炒犊？那是奶油草莓，爸爸还吃奶油草莓，还要暴打我了？你是要暴打我，还是要暴打我啊？